教总，文件到了。你没长眼睛吗？赔我钻石。你自己没拿好，关我什么事？哎，别跑！哪里偷偷不见你，别动！给我地毯式搜索吧。Alpha Boss 智慧永不缺席。新的一个月，新的任务，大家来领啊！教总，这个月工资呢？整体表现不佳，给你们扣光了。没工资让我们喝西北风吗？你跟我说。要几分糖？你倒是说啊。Alpha Boss 智慧永不缺席。哎，质量凑不错，帮我问问价格。多少？十万落地价。抬起来，用力，别让它落地。Alpha Boss 智慧永不缺席。教总哥哥，这些人爬山居然叫副抬上去？没错，这是教父的工作。有手有脚的不能自己爬吗？多辛苦也是不要爬。那又怎样？你长了嘴也没见得你说人话呀。Alpha Boss 智慧。秀总，这个工资给我们主编侵权。这是我的自拍，怎么成他的了？联系他。哎，秀总，他们还让我们自助赔偿，这简直是……放他个屁！这简直又是危言耸听。Alpha Boss 智慧。秀总，外面好热啊。嗯，这是便利单吗？说什么了？这是我新买的香飘飘柠檬树的 CC 柠檬液，里面有四种柠檬，还添加了 NFC 柠檬原汁。一般的柠檬饮料只有一种柠檬，原料可不这么足，喝起来口感也是新鲜有层次。酸甜适中，最爽快。现在去抖音商城搜索柠檬树的 CC 柠檬液就可以买了。嗯，而且价格也很美丽，3块钱就能吃一大杯，这不比奶茶店划算多了。真好，我也去囤点放办公室，这样每天还能多喝一点水。哎，那我不买了，到时候你分我点，反正也不大。脸真大，洗起来很费劲吧。 Alpha Boss 这个零食好吃啊，你们要吃吗？这种东西你也喜欢啊？人家好心好意，你别扫兴。我就随口说说啊。风油精喝多了净说风凉话。 Alpha Boss 好了好了，大家可以下班了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走？工作还没做完呢。这个不急，明天来做呗。做事就要有始有终，我可不像某些人懈怠工作。所以我建议校总把大家都留下来加班。帮你去除帮我强韧心神。Alpha Boss 强制去办预防。帮我把脸皮红润一点。就是啊，整天改方案脸都没气色了。也就是你们才是啊。我靠，上脸的酒你不喝，下头的话你张口就了。Alpha Boss 大分钟先别走，还有一些数据需要对。这不是你的任务吗？凭什么让我加班啊？我这是给你机会，让你历练。你别不识好歹。死丫头，一天死完的牛劲儿，来给你加点元气。Alpha Boss 亲手去玩元气。明天放一天假，大家好好去玩。不行，秀总，我要为公司战斗。可是明天根本没有客户来啊。我这是做好准备，不会迟到贪图快乐。我不只贪图快乐，我还要传播快乐。Alpha Boss 亲自去玩威风大。别跳早上，今天是哪个老板？别哭了，不要哭。你都问我为什么不高兴，你直接干死他。好的，回看。这又不是游戏，没想到啊喂。所以上一个季度的结果，不会因为下一个选项改变呀。不问了，谢谢教授。不客气，休息吧，来这里。周末加两天班补上就行了。行。我这么多年还没升职的力度，更年轻。那你想要有高三大学的打算了吗？最好你要高升职吗？好说，把你留到掌管，我帮你。快出手啊！你别只是看着，已经给你了啦。刚看，中。三不重要，你看他们给我转过钱吗？没有。啊、嗯，所以你是特别的。不要想，他们还在用老板的钱养活自己的时候，你都能用钱养老板。是，我得。对啊，你打败了99%的人了。老总，最后我去咱们公司买点福利嘛。别灰心，万一有奇迹呢？哇，这么多福利上票，还有灵动导款呢。动作可真大，对不对？这个比15箱，一直想体验一下来着。大家不给力了，我们也想要。粉丝见，想要的赶紧去评论区占个名额吧。现在记得啊，那我们就去。你等一下，你先从我这里拿一块手机吧。一分钱都有，去，能创造这种奇迹，恭喜你猜到了。我去，这有奇迹，你猜到了手机，但奇迹并没发生哦。奇迹发生在概率千万分之一，你这边还欠40万元哦。没错，考虑到你自己赢，破例支持分期哦。大家评价一下我颜值，不封你行，一般水平。呵呵，你最好看行了吧？你二班。不是你让人评价的吗？秀总，我信你，你说句公道话，我这颜值算什么？算普通吧。普通你妈呀！单机竞技优图看多了吧？何不以料制造？而老 boss 撤回了。进来的员工是吧？我是你老板。老板好，老板好。行李箱是吧？我来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没事，我来。真的吗？那谢谢，一切麻烦你了。我给你做样子，你把我当祥子。而老 boss 撤回了。赵总，你试试我这火辣油，火辣辣的，这样就是这么猛，是啊，而且成本低。赵总要不要加盟啊？可以啊，你哪儿进的原料？不用进，种点辣椒油，谁分你？你脑子里的水是浇过你心里的避暑吗？而老 boss 屁股撤回了。谢校总，人如其名，是一个老板，同时也是脱敏病理师。你耍我呢？看来你病得不轻啊，眼耳这么大。你才有病，这不想要钱啊？那我们换个论点，你没钱就会挂，就没法生活下去，对不对？废话。那是不是可以说你也是牺牲在钱上的生活呢？不可能。把你卡房交给我验证一下，看你伺候了。给你，等等，要你拿这些钱花上瘾吗？总得有人为你们负重前行啊。打一下，你是在摸鱼吗？我太困了，打了个迷糊。那你困的为什么有时间呢？我哪知道这个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？这是
一种身体缺陷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送你包包。正常人困了也可以不睡觉的呀，你不行吗？啊，确实，那我还怎么办？上班现实导致的，今晚加个班调理一下，不生理场就废了。你们学校没笔啊？这款超好用，我的刚好用完了，多少钱啊？不贵，79，有点贵啊，我不要了。对啊，你这没笔，您这几个算下来比黄金都贵。他好好工作，好好努力了吗？觉得贵，找找自己原因。正话，阿尔法 boss， 冬季无敌之势。我家新开的菜馆有没有人订午饭啊？我不订，我自己带了。那你别再吃。出去！哎，你这是干嘛？不是你开的，这是订了饭的有钱去，没订餐的不。我帮你重新画个地儿，吃的更香。阿尔法 boss， 冬季。你什么时候干些二手车？看兰博基尼、宝马、劳斯莱斯，随你挑，挑二手价。你这车怎么才卖几万？有货吗？有，邵总，我等你，邵总你快点，听好没？所见即所得是吧？阿尔法 boss。你好，最近有家长买了吗？最近挺贵的，最近要买。我试一下再决定，不可以吗？买不起就不要来我们店，浪费我时间。知道啦，服务员，阿尔法 boss。如今阴阳怪气，又买这么多绿色。夏上好，我们家偷偷促销，可划算了。不是吧？还买打折的东西，真无语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，谁买这种啊？没听过便宜没好货。你猜我为什么招你进公司？阿尔法 boss。阴阳怪气。我发现一个赚钱的妙，说来听听。我们只是玩火。我不听都知道，这主意很行。阿尔法 boss。回击阴阳怪气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庆祝我生日。有什么好庆祝的？你不知道生日是母亲的重大日吗？可我出生那天，全家都很高兴，是吗？他能安慰你，你还真没心没肺起来呢。不要！真是蛤蟆跳悬崖，装什么蝙蝠侠？阿尔法 boss， 清新之气。天热了，请大家喝饮料。还是冰岛，给我来一杯。公司是破产了吗？喝这种屌丝饮料？这种好喝又大杯，怎么是屌丝饮料？我只喝十块钱的五台一溜。这么高贵，该挂博物馆去展览。阿尔法 boss。清新东西。社长，你认识我们吗？找明星的。你怎么不自己吧？人家能接我，再说满足我心里期的人不少。那说说你的要求。身高163，要求不高。对方也有，手机全部结束，200辆跑车。行，你认真的？对呀，必须都画到我的名下，不然我混不了。我不是草船，你的剑别乱放。阿尔法 boss。清新东西。赵总，我都回不去了吗？谁没想到会这样？真的吗？谁叫你把钥匙锁回来的？要不我们自己回不去。阿尔法 boss， 快来看啊！嗯，肖总，这件是什么？这件是我的旧书，你们想要可以拿去。真的吗，肖总？那你有时间捡？我没事捡那玩意儿干嘛？阿尔法 boss， 你怎么现在才来？马上开会了。不是10点开会吗？我没迟到啊。也不知道提前来给领导留个好印象，老子没讲。阎王要你5根屎，你非得3根去留个好印象。阿尔法 boss。天哪，邵总，这种饮料你也喝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哼，我平时都喝美式，你居然喝这种屌。我的人生我做主，指手画脚，你入土。阿尔法 boss。能不能把空调关了？好冷哦。看着你加件衣服，大家都要穿。那人家体质特殊嘛，邵总。哎，我也体质特殊，我有巨物恐惧症。真的吗，邵总？我害怕打啥？阿尔法 boss。谁喷香水来？真的。还好啊，挺清新的。邵总，你也喷香水啊？你好牛。没有，是我放了个屁。阿尔法 boss。